Hello Life 生活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酷盖爸爸2里面饰演 Damian 的谢家健。那 Damian 呢，就是在戏里面是跟杰利组了一个家庭，他们有两个非常可爱的小朋友，一个叫凯凯，一个叫 Jimmy。 所以在第二季呢，会有很多探讨就是同志家庭育儿的故事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。我觉得跟小孩子啊，最主要是我们要懂得去让他们开心，要懂得他们在想什么，要什么，而不能去就是去阻止他，或者是故意去凶他什么的。我觉得小朋友啊，其实他就是一个非常天真可爱无邪的一个生物，所以要面对他们的时候，就是要保持着非常非常简单的心思去看待他们这样子。那最后呢，就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希望大家能够团团圆圆，开开心心过每一天。